就排不上。今天我们早早就来了啊！哎呀，终于排上了！拉斯维加斯最好的本贝，我来了，终于吃上了。昨天就排了多半天呀！哎呀，早早的在这个 Bacchanal 本贝啊等待。哎，今天终于看还有这么多人排的啊！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真不容易，昨天就没吃到。终于吃到了啊！今天他老公拿的啊，他这只有龙虾这个钳子啊，没有龙虾尾，那也不错了，也是龙虾嘛，好歹咱们先来盘海鲜啊，还很多这种雪蟹脚啊，还有这种小螃蟹啊，这个我就爱吃雪蟹，别的蟹我就不爱吃了，还有那种石蟹，我刚才尝了一下，还有点辣，不爱吃。来，再来尝尝这个龙虾钳子吧。龙虾钳子呢，其实还真没有螃蟹好吃，而且龙虾那个钳子它也是凉的，我喜欢吃这个小螃蟹啊，对我来说真的不好吃，又辣，完全没有肉，啊，还是我爱吃这个好。哎呀，这都是火鸡啊，这个我就不吃了。这个很不错 ，roasted bone marrows， 哦 ，I like that， 看到没有 ，roasted bone marrow， 牛骨髓呀，这个里面这个肉，牛肉啊。Prime rib, tricep, 哇，龙虾钳子啊，海螺虾，这种冷的这种螃蟹虾，我吃这个就是它很有名的这个叫 bone marrow 啊，就是烤的牛骨髓啊，配上一块这个小面包，非常好吃，嗯，一点不腻得慌啊。网上推荐的啊，屁股羊排啊，这个我得好好尝尝，据说特别好吃。这个螃蟹啊还没吃够，再来四根，然后呢来一个烤生蚝，再来一个烤的那个小鱿鱼啊，看看怎么样。鱿鱼跟烤生蚝啊，这个我都不大推荐啊，一般般，我还是吃我那螃蟹腿吧，吃大螃蟹腿来劲啊。看这肉吃的多过瘾啊，蘸点这个黄油，太好吃了，非常的新鲜，很好。又来了一盘喽，来个龙虾钳子，再来两个海螺。哎呀，光吃海鲜就已经饱了啊！现在就是我爱吃的 roast beef 啦。嗯，味道真不错。哎呀，我看着我都觉得可能咬不动。没意思，使劲拔出来。吃那个，手摸的不要。凉的，我喜欢吃的。是凉的。也还行，不过里边就很老啊。到目前为止啊，就是这个雪蟹脚我爱吃，烤乳猪哦，这个烧肉我吃了两块，蛮好吃的，非常好吃。这个脆皮好吃。再拿就是已经规模非常小的了啊，已经不行了。这个是烤乳猪啊，这小块我就拿了两小块，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酱鸭，然后抹在那个饼上，非常的酥软啊，哎呀可惜真吃不了了。最后呢还要六份啊，来一块这个三文鱼，看这样子还不错吧。哇，撑死了，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吃的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吃了，什么也吃不行了啊。这个三文鱼味道还不错啊，哎，不过也吃不了了，这半块就够了。终于到了该吃甜食的时候喽！哎呀，这真是没有地方可吃了啊！哎呦，这一个倒是很小，嗯，哎呀，吃不下了，看看吧，看看得了，不能再吃了。Lava cake， 哎呀，这个不能控制，这个要吃一颗。这个是 pineapple upside down 啊。不行，吃不下。这个呢 ，cinnamon 不吃 ，egg tartar 不吃 ，ice cream， 哎呀，这不吃了。tart， 各种的小哇，太多了。好，马卡龙。好，最后一盘甜食哦。哎呦，都顾不上什么了啊！来了三个冰淇淋，小的 cheese cake， 还有这个绿茶的提拉米苏，两个荔枝。哎呀，这个能吃完就不错了啊。